못 오게 해서죠. 我 无资格，我提醒你，你卖别去啊！虽然我即马甲你稳断无缠，暗过四伟，你爸爸甲我兄弟情，我知啊。四伟还佮蒙志英甲我叫一声叔啊！咱的因的代志，就是我的代志。四伟同志，恭维啊！所以你行人啊，物业循环。我不恁爸要死之前，甲你交我请，特别甲我交代。讲绝对袂当让你行摇路，所以我绝对无可能甲伊放下不管。阿南蒙子，你也袂承认，如果是我家己查某囝，免哪管，爸负责。杜光亮，你是什么身份？你家己有无清楚？今仔日只要有我伫个，恁两个莫想要靠伊。你是不是你讲什么笑话？这，我警告你，我较早是看恁爸的面子上，伊理你论理啊！你若是搁起脚动手，我今仔日就予你吃一顿粗肉，教甲你乖。你要搞搞，你无迄个资格。那是予你带头做歹。蒙这个事有一点越行越偏，今仔日我一定要将伊两个带到倒去。你若是有才调，做你试看卖。你敢知你安大主大义的行为，我会当甲你告。你上抓伊关呢？既然你即马还阁甲这个囡仔当作是家己实世啊，你就爱在紧当。好啊，只要这两个囡仔家己愿意对你回去，那呢，我绝对无第二句话。变王子许世伟，恭维啊！是安怎唔恭维？敢讲你两个真正要把家己的前途毁掉去？我已经予人勒令退学啊，你阁会当安怎？您放心，我会阁找一间学校，予恁甲高中读煞，煞来，恁阁读大学，较乖。第八来等，启伯，即个拄则嘛讲，会替阮找一间搁较好的学校。就算讲伫即个遮，阮嘛是会使甲高中读好毕业。无啊，徐世伟，你即摆是咧讲啥？你即个。阿爸呢？孟子，你第八来等。爸，这个你让我自己决定好不？我相信杜君阿姐袂甲阮带歹，请你让我一次机会做给你看。陈长顺，你这孙啊，好胆甲阮创空，都卖做缩头乌龟。啊，搁有一个阿伯，迄个长顺阿姐，真正足厉害的，真正是画技会跟当。
连政府官员都话里叮当嘞。像叫遐些东西叫你调摆，即马食着惊吼，知影调摆无落撇久。又可是你？恁敢是人啊？先出来当派到这款的程度啊？陷害校长这款代志嘛做会出来，都唔知更小心。你是凭啥物甲阮拍？就算你是校长夫人，你嘛无资格对阮动手。搁再讲，你即马啥物拢唔是呢？你陷害我翁婿，我都有资格拍你。小查某，你是欠拍、哦。你敢拍我？你是谁啊？凭啥物管阮的隐私？搁放手啦！见义勇为，你是毋捌听过哦？我讲放手，给你放手，你听到无？哦，对阿嫂，这么大来创啥啦？表嫂，你讲代志，你是子彤，我无代志。你看，正阿迄两个细汉，才徛伫遐讲几句话话，伊就敢那插头徛伫遐，互人侮辱，我著看伊要怎笑。无唔对，上课伊害咱遮尔狼狈，咱就要加倍奉还。哎，搁在直播呢，水哦。稍等下吼，互恁看精彩的画面。Special 啊，安怎？来来来来来，来！你给我放开！救！救啊！救啊！来！放开！放开！恁两个啊，刚头被你 Q 一个查某囡仔，算什么查某囡仔？手举行啦！手举行啦！快走！小心啊！安怎？你不是真哦？干嘛？这是假的！林奶奶当胖狗！你别先怪啦！那是哥知影是咱老人的，伊一定会甲咱教死的。先看状况再去讲。你干啥？你这是？你干啥？是吧？是吧？干啥？不要吹死你！拄才迄个查某讲，哥是伊的男朋友。一定是那个阿姨倒台，够袂见笑的。无甲想你一个哪会？咱来斗相共，行。哥，哥才我是恁哥。这两个屁孩就是给凯宏偷听的小弟和小妹。你两个真牛啊！为何让人挂出来偷听做的事？什么事？老人来欺负人心？无啦哥，啊是迄个查某上来搞阮修理，阮才想要给伊一个架势尔。你两个拢已经看到我出现啊！搁又在主管内下手咧乌白来，无恁即摆是安怎？你的目睭拢无我接受够外心，是哥，你是伊的男朋友啊？伊的身躯互这么多人看过，搁啥有想要甲你倒贴？伊根本就配你袂起啦！廖梦子，你这么想讲啥？你家己嘛是一个查某囡仔，你来讲出这款话啊？你来一点啊同理心都无啊？我哥，啊廖梦子嘛是为了你好啊！你给我讲。所以晒在别人身躯顶，无在条管啊！而且，因阁是你的小弟小妹，若是为着我拍歹感情，安尼就歹势啊！说啥去啊？子龙，是你啊，子龙。甲恁两个人是条管好势，后摆阁有我看到恁欺负我女朋友，我袂再你干那个帮恁做。
两个笨手，创电话就准多耍，哪会当安尼出奥博给你糟蹋啦？哎，林子彤，你是一个真有气质的查埔囡仔嘞，讲话袂当这样吵闹。你嘛真戆嘞，手机啊歹去，搁买就有啊，敢有你身体来得重要？你讲姐姐无安怎？放心，你莫烦恼，我真正无安怎。是讲是卖，你即卖头上变啊真蓬松、真滑顺嘞。李雄雄公主迄句，恁爸对美华阿姨讲的经典口头禅，是卖。原本哦，我看你。满眼都是粉红色爱心，啊！不过我拄只吼，雄雄敢那看到恁爸同款。其实我嘛唔知影，我哪会雄讲出这句话？不过我即马总算了体会，阮爸甲碧华的讲心爱这三个字的意义。这就亲像我对你的感觉同款。我真正是完全想袂到，当初我一时冲动造成的错误，竟然会变作我今卖乌帮。我就是惊你安尼想，所以你那边开直播的时阵，我拢一定调调。那是结果你看，也是好心代志啊。其实我早就想过啊。我若是想要过较早迄种生活，竟然拼命拄着即款的问题，我总是爱想办法克服啊。只是想袂到真正拄着啊，说卡软手软，袂顶袂当。袂要紧，咱莫着急，偷偷来。啊，不过我一看到你哦，我就足有勇气的啊。我相信哦，我一定会一届比一届搁较认真，最后哦，总有一天一定会把这个恶梦哦害掉的。子彤，但是今天你讲出这样歹听的话来伤害你的人，竟然是我家己的弟弟妹妹，真正就是嘞。你无需要甲我讲实嘞，我干那需要知影你对我的心意，安尼就有够啊。迄就是我最好的保护伞。